的神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应该已经一个礼拜，有一个礼拜没有唱诗歌了，有没有？有一个礼拜没唱诗歌了吗？还是你们每天都有在心里唱诗歌吗？那真的是太好了。我每天听诗歌至少听超过一个小时，因为我通车就通超过一小时，那就是听着 MP3 就在听诗歌了，所以我每天都听超过一个小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这首诗歌《让赞美飞扬》，这首歌有15年的历史，应该不是很久。赞美之泉，让赞美飞扬。有人不会唱的吗？不会唱的，你待会就好好的跟着大家一起唱就会唱。会唱的呢，也请你大声的唱。请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这里，让这些进入他的门，让赞美进入他里面，幸福飘不飘成花鼓，想要奇迹奇迹都要赞美他，赞美总是主相信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响声唱在空中飞舞，把我们的心响声唱。
想要全心来敬拜，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为你自己的心来祷告，为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今天想要来遇见你，主啊，就是今天晚上想要来遇见你，求你在这里设立的当中，求你让我进入你的帐篷里面，来进入圣殿当中来遇见你，主啊，你是真神，你是活神，主啊，我就要来遇见你，主啊，我愿我设立的。全心尽我们的全人来赞美你，也来聆听你的话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